听你生活则行，空乡生活地会。观众朋友要交流能解，会生活帮交流。会生活爱生活，会接生活地会，有变化的经济社会。来谈谈叫咩生活，这里咪话拜。何欧采集毛高东德，将亚生物件要注意准则。能更先进永野开，更食影呀，做不来台。调子有拍子，开开电影片。马上开始见咩个天天学生话。慧玲啊，这是有发现吧？雨水夹，这个天气有翕作，大家树诶柏啊，或者是草长很大啊，出现了雨水蘑菇。是啊，这草蘑菇惊，突然来水井过热呢，过大呢气候的基地大，蘑菇掉来吃。是，因为那只草有可能有毒。嗯，这只个。有六个多流行拍工的外来务工单位呢，就是因为去咬掉老鸡生长之后毒蘑菇，夹击植物的了。哎，慢慢来关注者。依靠爱国，多次董事每年消费来开个白棒来，记者参加了其中三组，获了至少观察第六个环节。即将之三个板凳呢，是食用之个呀，野生蘑菇，然后出现之个呀，呕吐、白蛇、甲口罩膜乜之个会等到个动特性装置来。现在只系三个板凳来后呢，就甲伊互为互相甲加速之个呀，特每个排泄对症治疗后，只现在呢只系三秒的定时稳定。现在也好多了，现在也是已经不痛了，没有事情。吴先生啊，伊人拢是江西桂林人，到招聘系上拍工。三十号彭梦落班嘅路子，伊个工友抱伊之间到老基推介了学做野生嘅白蘑菇，因为伊再到江西也食过做菜嘅野蘑菇，所以就动手采掉。那个白白的，白白的，也好像有那个小碗小碗那么大嘛。嗯。白白的那个，我像我们家像是那个蘑菇可以吃的。嗯。也不知道袋里那个蘑菇不能吃，带了多少？带了大概一斤吧，两斤多有。我们洗的时候洗干净的时候，看那个水里面是红色的，哦、我们也外面不是没估计那么多就煮了嘛，煮我们煮了很久，煮了很久嘛，煮了也可以煮了很久那个蘑菇，放了那个米，那放了一点，还是变黑色的，还是变红色的，还是变没那个黑色就吃不了。面那个红色也吃不了，嗯、只能那面那个白色的就可以吃。那天有没有变色？面色的，他那个也没面色，好像是白色的。不过，而且谭先生因人家土方法无靓了，后面六组工友到只也冇过唔够半点钟之后，陆续出现了冻得个症状。他们都出去玩了，没到个二十分钟，我就吐了。哦。但是我没拉，一起没拉，就吐了，连着吐了几号，两三四次。看着肯定受不了，个气转不过来，一样的。第一个先吐，第二个淋一下，第二个先有的吐了。嗯。吐了，现在我们这五六个星都吐了，吐了一下，喝了一下，进了医院。为了介绍大，好的关注患者只是胃疼性的动得，如果其他类型的动得，熬过就恶大了。像射精的出现之介呀，呕吐啊，白泻啊，或者出现肚痛，这就胃疼到症状。甚至呢，直接爱出现自己肝上功能嘅自己动得，或者是出现跳脱啊、精神错乱啊，用到嚟影响自己，后面出现自己生命危险。一针对症情况呢，我建议我是只系光睇前面，我是最好到只开咗先，唔系食止咗野生蘑菇。如果帮伊出现止咗呀，临床系止咗或者打止咗症状调，我是及早就纠正。托病人去出现自己解决咗解组去，就打临床症状就通啲药学。但是只要会出现自己白身的变化。据了解，毒蘑菇特色非常强，可损害人体肝、肾、心及神经系统。直播症结之后，上多个三分钟，上万个入四点钟，就会出现冻得的症状。小哥通过显示，近年来，西拉界、广州、东莞、青营、深圳等地已经发生多宗咬只野生蘑菇冻得的事件，甚至还有冻得死亡的。哈，以自己深圳为例。但有啥有事呢？有事有偶呢，就发生有失踪啊，实际就是十三人通得啊，叫做四人死亡，这三个有些蘑菇个通得事件。由于麦灾对毒蘑菇通得上无特效疗法，死亡率极高，因此此疾病疫病禁毒管理局也向前面个各产业服务单位发出毒蘑菇通得预警提示。
每年嘅三到七八月，伊嘅天气炎热，哈、啊，雨水又加，只因高温地湿嘅环境，就是咱野生狗嘅生长嘅旺盛期，同时也是即个白毛狗嘅冻得嘅交配期，所以就提醒咱嘅市民，对解莫去随便嘅采食即个野生毛狗，哈、啊，再多一点。第二点呢，也就是咱嘅餐饮服务端户，哈、啊，不能随便嘅去采购，哈、啊，制作，又叫做冇食过，冇认识嘅嘅野生毛膏。第三点呢，是一旦狗食了白毛膏时，要及时进行催吐，哈、啊，水喂、倒泻、啊、灌肠等嘅方法来排毒毒素。然后我们要及时给送往医院去抢救，冇得盲目嘅做救哈。确实，这野生白毛膏真是冇事算掉来只。是啊是啊，都要靠住我吞的野生毛膏呀，只要冇去掉来只，卖家就命惊冇去。是，不过现在人呢接触到这野生白毛膏的几率是比较大，因为这天气过热嘛。哎，回来，迄个卡在那，这里咪来辨别呾，这毛膏该有得冇得。我知。哎呀。遐武侠小说好在咪哒，遐如今钱也卖，成种样个，遐就少得。切，他客家，即买必有影，来，退来。正嘅介绍哒，麦仔话讲已经禁定嘅高类灯，可致癌嘅高类有近三百种，有得某高类一百十种。更当时见嘅吉得某高孔类有白德山、灰灰本五个、五界五个白石冰症、两界包卡孔、竹山五尖山等。大多少少簡單的特徵就是呾，顏色比較鮮豔，哈。然後伊個山界，佮伊就傾有斑點。另外呢，就是伊只山界比較單薄，比較單薄，哈。但是我介介就是做折燈嘅時候，伊會流出乳汁，哈。但是乳汁標準是呾大多少愛，但不能依照會能平鮮熱鮮去平平鑑定嘅標準。据介绍，白毛膏生长光滑，甲只眼膏形态相似，往往无明显嘅区别。其鉴别直播需要有眼专业知识及接状仪器识别才能够完成。麦仔学在识别白毛膏嘅敏感偏向，拢是好推，无缺陷一个，所以前面要注意鉴别。面更直啲胡聊天，胡得嘅毛膏永食浅盐，冇得嘅毛膏永食朴素。对此，专家指出，只嘅说法是无意改改。哈，因为白毛膏甲有相当一部分甲只嘅遮阳膏，伊系果香极其相似。哈，比如咱广东就只个白德山，哈，甲咱前面只伊个咱只苹果，伊个形状，哈，颜色伊都比较相似。白德山个伊个外表比较洁白，颜色袂鲜艳，哈，气味我去清香，哈，是能其实伊是能广东个头壳个即个白膏所潮，哈，伊个可以到第四高之后，到第四万六是百分之五十个百分之九十。加之前东德事件一单嘅东德者 ，NB 识别特摩高病嘢，可在人认为特摩高甲硬气、大肠或者是胖，作无差或者做之后，变乌即证明有德。事实证明，呢套识别嘅方法也是未缺黑界。那比如只用特白特山高来加这个硬气、啊、大肠加 B 去做，伊是问食是未变坏啦。大多少白毛膏，伊破损嘅时候又流出乳汁出来，有几撮叫做乳汁出来。但是抗食用嘅膏许多也有，比如松乳膏、哈岩石乳膏，伊个破损嘅时候伊会流出伊个蓝色嘅乳汁，所以用只点来判断有得啊无得，也是无准确啊。对了国政错误说法，专家邓师提醒市民注意，有错毛膏到 A D 个冇得，但生长到 B D 就不值定冇得了。非常在计特高呢，伊是蛋解缩，蛋解缩，有错有得，有错冇得，
啊，甚至有直说高雷呢是大致的地区，伊是低得啊，或者无得啊。另外来到别个地区，伊个特殊，伊是比较贵个。这个就是平时林敬先嘅作品教噶，所以你冇把所以为什么当咱广东地区近年来多出或生了东马哥嘅东特色件啊，各大都是外来嘅部更难闻。为什么呢？伊在当地伊生只生汤生见嘅高，来到咱广东，其实伊就变成特高了，所以就导致了这个一些马哥嘅东特色件。市公安局提醒您，未办理实名登记的手机用户将可能被限制通信。潮州移动用户可携带本机号码、有效身份证件到沟通一百服务厅或授权合作网点办理实名登记。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福建泉州。哎呀，前几天嘛，记者是叫人去白水的TikTok确实会算，唔知这期介绍咩呢？有当如前，遐前顿啊，那是叫咱去抹嘴；遐今日就叫咱来去洗嘴。位于平林区东北部界文业区国家级环境名胜区，总面积78.8平方公里，是我国最最一界文业旧保护区。冬天的时候嘛，我们有很多的鸳鸯，从北方像黑龙江、乌苏里江那一带飞到我们平南，主要是鸳鸯溪这边来过冬，所以我们把整条鸳鸯溪峡谷整条溪流嘛，称之为鸳鸯溪峡谷。那像我们的鸳鸯溪呢，像在我们的小天池，还有像我们河谷下面很多平静的河滩上面，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鸳鸯，所以呢，我们鸳鸯溪有鸳鸯之乡的美称。是的，大家有的时候冬天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鸳鸯在这里栖息，我们把鸳鸯溪称为爱侣圣地、鸳鸯之乡。温野区长14公里，附近山前林密，休者晴者，是温野栖息界好地方。哦，当然了，台个虽然是落后天气的情况，伊有魔灰，但是了可以闻两日够下起，但天气完全无变两日够啊，景色落了台。是啊，大家呢可以睇嗰啲视照，都是空格，都是湖，跟湖直正叫挺空格湖正格啊。凌空正斗青日彩边，昆一直边，见到水滴界超白净，就请全部每块以山体做挂，送山时温影热净。大致正湖湖流照个天师，徛板是每矮超白，卡也是平等签应。能徛到藏岛，就叫地心以红端平野，所以被称之为凌空藏岛。车山顶湖湖正厅，飘渺个天湖映照到翠绿个山岗，宛如仙境。山岗喷天个海水，犹如秃鹰个野白，气势恢宏。映出午夜可见个瀑布，更是让当阳对落街个行厅充满奇态。今朝搞笑叫赖姐顶呢，风是非常大，而且后背瀑布的水其实不断向南泼过来，觉得够凉爽啊！我但这个呢，就是温野区上台顶啊，这个景点就是八等级瀑布。那么一个落差是达到157米，不单系天师来就台呢，是可以领嚟到不单系景色，更能只系天师啊，咪是可以台到有八等级最壮观啊，这个景点面咯。八等级是温野区所有瀑布中上壮观、上宏伟的瀑布，落差85米，宽20米，瀑面凌空20米。地线以八等级而摆，让阳光直中出来，让瀑布压挡家己的魔，让清凉创造直线舒气。由于每挨接壁往多摆凹入去，为了这些个八等级而面，形成了这个天然的洞窟，这就是被誉为中国水帘洞最小的温野区水帘洞。站到水帘洞那里，左右的瀑布就叫直到乳白色的帘幕，将洞外的景物遮盖到如红山白水，朦朦胧胧。在我们89年的时候，就已经被评为我们省级鸳鸯猕猴自然保护区了，应该是我们的猕猴数量目前景区里面总共有几百只，整个6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其实温野区也是我国瀑布上佳的景区。除了八等级瀑布，还有小虎口瀑布、醒能瀑布等，更多美景落定台初能。来到林德市，有滴福建最美乡村界李河区景区也冇错过。鲤鱼溪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正式的先祖，为了躲避朝廷的纷争，迁徙到这里以后，在为了就是
为了去污澄清，然后怕这个溪水不干净啊，或者说有人投毒呀、啊、什么的，所以就在这溪里头放养了鲤鱼。后来就是立了这个村规，就是人在鱼在，哎，誓死保护溪中的鲤鱼不捕不食，所以才能够把这个鱼让它自然繁衍到现在。李和开永者送到八百多年的绿色苍生，虽然经过一次次争论灾荒，李和到村民的保护爱欢迎之间堪称奇迹。村镇做国的李和开青更彩笔困素笔，开当修正停留点更文化色彩斑斓的大李和就站在这里拍拍手，我们的鱼都是闻人声而至，见人影而聚的，我们拍拍手它就可以像列队一样游过来。那试一下，真的哦！你看，刚刚你一拍掌，他们都过来了，都很听话。对，这里的鱼很通人性的。喝入另外故事，大家等都听过。要如果你来到这顶足够幸运的话，你就可以听到李和为国这个社保，这是个景象。要所以呢，从来能做巴西岛街，称为入另外街。李和开向西京电视台南甲好浙江华海港处界南河文化。日个昨天时，如果你有写到福建垃圾车清水游、垃圾车南河文化游，也就慢慢报名，对喜欢各自李家写出发吧。挑战再多，压力再大，我都轻松在握，头游从不担心。海飞丝去油系列。长效去屑，更深层去油，去屑又去油，当然由我领头。去屑实力派海飞丝，没有湿哒哒的感觉，全因邦宝适带来整晚精致睡眠。新升级邦宝适超薄干爽，吸收更快，锁水更牢，干爽长达12小时。新邦宝适超薄干爽，保洁。哎，来一嘴。那我做啲攰咗了啊！马上啊迎来另外一个大作哦，对偶作，三只小强仔，哎，胖菜菜胖完你点落胖冇的？你就做你啦，干叫哪好呀？哎呀，成日做，该干嘛干嘛去啊！不过人家对偶作欢喜的件事，让我好期待干嘛？啊，在啦，好食累嘛？哎呀，买来就打嘛！不过。大爷，我这生得好多长各色各样的长，生老外哪样也老。要是我大爷那爱天生生青的话，不妨借时就来去博胖两块跳起，听得好个长啊，有拍子哦。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澎湃吧长子活动，我是两五逆长王。睇到啦，合作正是我的手啊，点知硬好硬啊！我是擦仙逆长，我的手啊，该袂比得字个好。是灭左长。刀沙掌拿下你，请进密道主下。大家好，我是红枣山野掌，小草见面，请多多指教。哇，这火鸡也在掌，鸡家辣嘅，原来也是对我最爱交流，不碰两块跳起来做活动。对我最爱交流，不碰两块只什么是推出了奔跑吧掌子来活动。有好在掌子是参与了这些次活动嘅，有人平时接见嘅建章、定章，或好在接见嘅居家章啊、插些章啊、过人章，得了有刷证嘅，或有落押证嘅，适合不同顾客来选择嘅。那么这些章到时拢是参与唔该全店39元、6.8元嘅掌子优惠活动。寻日优惠活动界号之群霸王花韩永美红内部口味清点签售消费者的喜爱，当然惊喜或唔清之错。福朋两会之寻日是推出了全店嘅贵妇价是6.8折嘅，有贵卡、贵食档、琵琶腿等，供大家能选择嘅。随着天气变热，小数商品也开始热销起来。那么，我们是推出了全店嘅限量坐垫，整套全店是7折嘅。特别向大家能推荐这只天津哥个特展咧，高市个会员价是9.9元啊。都系影片，真你学做了空调呢？一台海鲜个大只撇空调，采用 ABS 高光柱说明板，内用背冰石，超值更多，价格优惠，是啊，买空调的话就买错过啦。方能会之亲密服装方面是推出了非常大优惠，例如全店个童装、男装、女装。黄色配色，可能是有非常百度的优惠嘅，上啲是每满600元可立减100。
当然，暴风雨影片解解解，也会给你带来惊喜。影片方面是有推出了民工纸，所以风雨方面，那么民工纸这次末是推出了这只杯子个快乐包杯抽纸，伊是有两百抽成一百包个，到时也抽得方包价是十三个九。当夜优惠计划立八全校影响水分，前瞻客户旁边清新，会员价只需要入三个半，花加上三百五十块哦。落个只怎么呢？为说个说，改正会提个材料，因为那这是天气啊，又热又湿，而且像只要蛮大水库就开始渐渐快会起了。卫生会显得好在农家是开始保护自己呼吸道疾病。是，卫生就提醒各位家长啦，那个小鸡爬进山应急用呢，也是进入了高血气，特别是核磷转移出脑筋啊，如应该感染的，大家呢要提高警惕哦。再一个，记者到此能明稳一个门诊推告，走廊进完了再来就诊的小患者，注意保健是被患者的家长治疗的弟弟。只半月来呼吸道的疾病，到门诊哈，到住院哈，都占到一个相当的比例。可能有疾病老家。因为主要症状就是跑进西医院，但系只等时间占了障碍，猛症啊，住院病人的大病是早饭是三十，还是比较脆啦。为啥的怕精神应急用是由怕精病等引起的直症呼吸道疾病，每年春夏开始高发期，因此这段时间家长如果发现脑筋有缺血去怕精的症状，需要引起重视，应该尽快到医院就诊。跑精病得是怎样等到的病得？伊主要通过呼吸道平滑，伊个主要表现就是一个就是或者体检的话就是到咽喉部有一个只酸道个只胆结核道结个只泡积或者是小溃疡，但是伊只病患有一个特点就是呼吸的时候抗议一个叫达到九级九条九级，也就是采了个体温度啊十九甚至十度。导致啊，大年春节会食食惊。后症系病得抗炎引起啲话，就系就是引起就系肺炎，做患癌患癌，要比较接近啲话，可能引起系也白内障、脑炎。不过，如果脑筋患者怕症是应急用，家长也免过分紧张，因为今年白是直症自如三级病，治疗跌宕，直播直车去就可以清楚。到车期间，家长注意，买本脑筋蓝眼抗生素就好了。跑进生意，因为本身来但是成日病得感染引起嘅，那么治疗地位做是对症治疗嘅吼，短松来抗生素对跑进生意冇咩效果。需要注意嘅是，跑进生意急用甲超作口病初期嘅症状相似，脑症疾病直点卖红凹。等回到是等到病，也就系等到病得感染引起嘅，等超作口病地位喺对脑口腔嘅溃疡做过。手啊、脚啊，看有解解，从一个跑一个跑正嘢皮损啊改变。手术后嗰段大概有30%左右嘅脑筋啲位，有可能出现动静困扰啊，出现啦，即出现啦脑损害啊、污水啊，即动脉栓脑病、心肌炎即改变。因此，最好啲位就嗱出现，出现口腔跑正啲位啊，最好啲位就嚟将个脑血推咯。关于怕精神应急用嘅传播途径，近段时间猛症嘅门诊拢是热团，是要大人通过亲睦、唾液、团长帮脑镜嘅，有做家长买针脑镜，对此卫生并不认同。可能是非常所以通过做那脑镜节目啊、节目即系情况啊、斗气啊、即类啲嘅，可能非常即系通过搞传播比较在，第二阶段嘅，怎么即系怎么引起嘅，非常即系做我通过搞传播嘅。要如何才能预防怕精神应急用呢？卫生建议，家长督促脑镜做到营养挂点，就可以大大嘅降低发病率。上车就系唔多，咱就是口腔卫生，平时啲话督促脑镜，早门落车照去，又唔好出潮啲话攞只三黄精，潮黄精精，第二阶是食饱漱口，然后那只注意口腔卫生，是预防者等到也病得。除了注意口腔卫生，大麦在之前高温高湿的天气，家长可以尽量接本脑镜食该补血的物件，如油炸食品、糖果等等。特别是本身核酸样啦，内边个天气就非常大个，只只老人脑镜的话就注意，往往注意就挂点的话就是这个合理的睡眠，就那根据年龄特点，就
八条不要十二点钟的睡眠对点对着点点做饮食方面食好清淡，特别是菜菜水果，就补充来搞包体，直接有直接大饼。走，哎，过去这六一节让人回忆起童年学做游戏哈，有些弹糖珠啊、叫玩具啊、点出走力，哎，不过生到长，其实也是算还冇惊袂改，也回忆。遐现在喏，今生活就变得丰富多咯。唔单伊人好生人熟的是一种生活物件，也学了学做采购。遐人今麦不妨再继续来讨论。爹爹妈妈给我口罩，给我罩卫生。不是，作业。我刚来又讲，帮一位医生。我就跟上，有点忙呢。我这个医药事业。为什么就是招募了好来体验推广？是，我觉得咱这次只系体验推广，超过人确实是特地大人来嘅写词噶。是，一两只钟已经是会做了调集咧，遐现在我从借两名遐借客朋友，慢慢来报名。嗯，好，遐现在也是进入到上班尾声，交流听个太阳升嘅时间。遐人也到高小丹来了解一下每一个天气情况，甲各大企业嘅内采行情。山茶花，每当那春天三月，香叶如图画。村里姑娘上山采茶，歌声荡漾山坡下。年十七，年近十八，偷偷在说悄悄。羞答答，羞答答，梦里总是梦见。莫买个只有一天快乐豆帮，就无分享品质买快乐。听你生活真行，分享生活智慧。各位朋友，今麦个天天我生活到这就结束了。那莫买个时间再见，拜拜。